甜到蛀牙！佐藤健基吻宝岛，五十四万人次抢看，恋爱结局聊到饱。 以下含部分结局剧情。三十岁日本男星佐藤健与新生代女星上白石萌音主演的日剧《恋爱可以持续到天长地久》昨晚播出大结局。佐藤在先前直播就预告内容超丰富，看完会很撑。天堂医生和七濑果真毫无保留，发糖发好发满，上演面包之吻、叠叠乐,乐之吻，帮吹头发，两人更重现首播。 相遇时，天堂医生替七濑为围巾的画面，连佐藤健自己看完都说我整个胃超胀，好饱。而在大结局的加持下，官方 IG 账号追踪人次也突破百万。昨晚收视再刷新高，以百分之十五点四画下完美句点，也是目前冬季日剧最高收视记录。稍早中午十二点，Friday 影音免费直播大结局。 累计吸引五十四万人次上线收看，魅力惊人。电剧开播以来，靠着网络口碑，收视一路飙升。佐藤健则透过 LINE 手机应用程式 Sugar 与粉丝互动。上月开始，他只要透过 Sugar 开直播与粉丝对话。